巴山县城已经被我军占领，城楼上飘起了我大日本帝国的太阳旗。武藤君，我说过，胜利最终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。这些中国人负隅顽抗的下场就是死。大佐所言极是，这些中国军不过是强弩之末。我们帝国军队的能力毋庸置疑。 军令一步，停！刘宇飞呢？有没有看见刘宇飞？没有。糟了，他肯定还在城里，咱们得回去找他去。营长，营长，营长，什么情况？鬼子在后面咬着不放。 有多少人？大概十几个。干了他们！是，大家分散掩蔽。是的，准备。把手榴弹拿出来。是。 把枪先进来。陈二，王旭，你们带弟兄先撤，我回城去找卢宇飞。营长，鬼子已经占领了巴山，你一个人去非常危险。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城里，他要是有什么意外，我对不起卢县长。那我们陪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弟兄们牺牲已经够多的了，不能再出意外。你带弟兄们到前面的虎扑岭等我。营长，我跟你去吧。别废话了，执行命令。快去。是。 走，兄弟们，走。
翻过前面虎扑岭，就是巴山县城了。姐，休息一下吧，我走不动了。就那事儿多，看好你的骑，跟上。哎呀，在这山上翻来翻去的，腿都软了。这条路是到县城最近的了。哎呀，白给了，给我钻进去，快点！哎，白给了。 八戒了，八戒了！吴将军，大佐，李长鹏从这里跑了吗？嗨，我们那些中国人要跑这吗？我们这个丢失，要从这边出去。大佐将军的事，吴将军，这什么事都不要忘了。 什么是帝国的尊严？嘿，李千鹏，这次我亲手抓住他们，虽然够了。快！于飞，长鹏哥，我的腿！再坚持一下，前面马上就到虎扑岭了。 营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营长，我们来接应你。不是叫你们待在虎扑岭吗？这要真碰上鬼子怎么办？都是我的责任，我甘愿受罚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陈二，你背上他。是。弟兄们，走。走。休息会儿吧，又不是赶着去投胎。蒜头兄弟，我看你是巴不得晚点到吧。 去晚了，李长鹏被小鬼子打死了，怎么办呢？你那么关心他的死活，他对你很重要啊！去去去，大家都是打鬼子的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亏你想得出来！营长，不好了，前面没路了！上山，走走走走，我来帮你拿吧。
还是耕田大哥最高兴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停下！丹宗阁下，前面没有路了，难道他们爬上去了？这山看上去非常险峻，易守难攻，这些人可真会找地方。大总下，我派一支分队先测探一下，如果发现折扣军，我们再想办法进攻。古城君，这次你倒是很聪明了嘛。谢谢大总高将。三队上山搜查，发现折扣军抓活的。鬼子上来了，注意隐蔽！隐蔽！别着急，放近了再打。大总阁下，他们果然在上面。哟西，很有意思，好戏开始了。古城君，你做事情也许会有耐心，要不然你做不成大事。嗨，大佐教训的是，不过属下不明白，还请大佐明示。咱们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一是死守，二是逃跑。如果死守，很快弹药就会耗尽；如果逃走，他们的速度没有我们的子弹快。大佐英明，属下明白了。陈鹏，这一次你插翅难飞了，我亲手抓到你，给藤野君报仇。指令，全队下山。川藤君，迫击炮准备。嘿，迫击炮准备。报告大佐，敌军火力太强，我们无法靠近。哟西，武藤君，嘿，你带着小分队杀上去。川藤君，嘿，用大炮掩护武藤君。嘿，迫击炮手。李昌鹏，我看你是死撑还是逃跑。你带路，我们下去。嘿。今天都跟着哥哥我，把命报销在这儿了。一会儿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赚一个。上刺刀！云飞，一会儿我冲出去，你一定要躲起来，
保护好自己，等鬼子消灭完的时候，你再出来。长风哥，你别去送死啊！答应我，为了你爹，好好活下去，啊！一，哎，大家快跟上来！二，三。 冲！别瞎子，是我，叫我高兴吧。哎，给你带了弹药和枪，先走兄弟。你怎么来了？家人的事儿，你落难在此，我就带着兄弟们过来救你了，敢动吧？敢动什么呀？谁让你来的？赶紧给我走！给我住！对！你当时在白眼狼，想把他拆桥啊？敢给你枪和子弹，你还找我走？我告诉你，没法！ 文将军，你怎么了？敌军火力太猛，我们冲不过去。八哥，太没用了。这大小鬼子比杀猪容易多了。别吹牛了，赶紧撤吧，走。好，撤！铁炮！给我进攻！这狗日的，干嘛走？跟我们过不去。 你这个杀猪的蠢女人，你还没死？哈，你还没死呢，我怎么可能死在你前面？八哥，今天让你看看，到底谁先死？狗屁的天皇也不差你走狗一个，你要是死了，你老婆就改嫁了，你小孩没爹了，啊，你们全家都得死，你祖宗八代，你断子绝孙。 中国人就会耍嘴皮子。等着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？我还没骂够呢。你要骂够了，我们都成炮灰了。给我进攻，进攻！队长，他们都上来了，看见没有？赶紧想办法让大家撤。左头，左铁，给他们几个手榴弹尝尝，要不我们撤？是。 进攻！停！大佐，李尚鹏跑了。嘿。 李强鹏，我是Jane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！八哥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哎，能不能轻点？我的脚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别娇声惯养的，叫什么叫啊？这点疼都受不了啊！别动，别动，来来来，别动！ 好了，今天晚上一动也不要动，要不然老娘是白忙活了。这么着就行了？怎么了？你还不相信我有这本事啊？我告诉你，我这手绝活可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一般人我都不给他治。我跟你保证，你这三天以后啊，就可以活蹦乱跳，你明天就可以下地了。啊，行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陈鹏哥，我想让你陪我一会儿。行。 那我再陪你一会儿，啊！怎么样？好多了吧？嗯。行，早点休息吧，啊。嗯。哎，宋涛兄弟。啊。宋涛兄弟，哎，那帮兄弟们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，都睡下了。 我先回去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哎，又怎么了？宋涛兄弟，哎，你说这算不算是天降福星给我们啊？什么福不福星的呀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我说的是李昌鹏他们，有了他们来到了武家村，以后啊，咱们这游击队啊可就更加强大了。
这不是天降福星是什么呀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是让他们留下来打鬼子？是啊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大家一起打鬼子，人多力量大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哎，我说蒜头，你总得说个理由来吧。我告诉你，李昌鹏是国民党，如果你一定要留下他，我就走。看看看看，看看你这觉悟啊啊！你自己都说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现在大家一起打鬼子，什么你什么我的呀？啊，你得放下过去的恩怨，这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不管，我反正不同意，我走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切，这个死脑筋。小李子，啊，啊，怎么样，哄那个大小姐睡着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今天这事儿得谢谢你。嗨，谢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咱们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以后啊，你就跟兄弟们住在我这儿，加入我们的游击队，怎么样？我可以跟你们一块打鬼子，但是加入游击队就免了吧。为什么不参加呀？因为我是国军，我还得回我的大部队去。嗨，我说小李子，我这三番五次的帮你打鬼子，这次豁出了命的去救你们，你倒好，非但不领情，只惦记着你的大部队，你可真没良心你！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这打鬼子是为我一个人打的吗？那是为全天下的老百姓打的。我呸！少来这一套！我告诉你，我救过你的命，你就得给我报恩。行行行行行，我一定报，我一定报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呢，先帮你召集队伍，再帮你训练训练，都完事儿了，我再走。你看，这算不算报恩了？嗯。啊？也行，总比走了强。那你就留下来，帮我招兵买马，训练队伍。嗯。等我灭了山门的狗日子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嗯。这次。我们拿下巴沙县城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所以必须对县城严加防守。嗨，我亲自担任把守这里，不能再让李昌鹏他们偷袭了。川大臣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去县政府。嗨，你们跟我到城上去。老师，巴沙县城已经拿下，守城的军队全部覆灭。好，很好。巴沙县城既然到了我们手里，那就等于给大日本皇军进军江浙地区打开了大门。谢谢老师给学生机会，谢谢老师。嗯，山本君，你现在身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来。为了能够早日结束战争，把那些抗日的中国人消灭干净。我们的 A 计划已经全面启动。巴沙县城作为一条制剧毒药品的秘密基地，你丝毫不能放松。嗨，学生明白，老师放心。就在这里等着。是老大。干什么？皇军，我是专门向山本阁下道歉来的。你让我进去见见他吧。你耳朵怎么了？我耳朵
让喜春这个臭婆娘给割掉了。哎呀，太他的娘的疼了！哎呀，奴妇不准笑！哎呀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见大佐。报告大佐，钱队长来了。有的去了。大佐，我对不住你啊。钱队长，怎么了？我没有。是不是那个吴喜春又逃跑了？是，我去抓那个吴喜春，反而被他抓了，还把我的耳朵给割了。八个眼驴，你就是个蠢猪，一头愚蠢的猪。是，大佐，你杀了我吧，我没脸活了。现在你杀了我，现在你就杀了我。八个眼驴，你想死吗？对，我想死。我对大日本皇帝大大的忠诚啊，可是光有忠诚又有什么用啊？我就是个废物啊！我连个女人都抓不住，还留着我有什么用啊？你是说你对大日本皇军很忠诚是吗？除了忠诚，还是忠诚。如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游击队全部杀死。大佐，要不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去消灭那些游击队吧。钱队长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围剿游击队，但记住，我捉吴喜春。我知道。我一定把吴喜春抓过来交给你。好，去吧。好。大佐，我有感觉，这次一定能抓住。一定能抓住他们。中国人，可悲的中国人。老大，老大，太君怎么说？太君怎么说？哎呀，还差点杀了老子！不是，老大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打你打谁啊？哎呀，你连他娘的一个娘们都抓不住，那不是你自己那个什么？赶快去集合队伍！啊，是，我要杀回去，我要活捉吴喜春，我要报仇！啊，是是，快去！啊，是，快去！喜春，老大，我要把你两个耳朵全他娘的割下来，割下来！哎，去！哎，老大，老大，消息消息。姐，那个李昌鹏还蛮厉害的，他已经在隔壁谢家村招了好几个人了。是吗？他去谢家村招人了？嗯。嚯，这小子还是有点想法啊。也对，你说咱们五家村把该招来的人也都招的差不多了，哎，咱们也得想想从其他的村子招点人马过来。你还要去招人呢？那当然了。哎，咱们游击队牺牲了那么多的兄弟，我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弟兄们，我要给他们报仇。这仗我们多打一次，经验就多一次。所以啊，我还是希望这人越多越好。行，喜春，只要你打不怕，我就支持你。哎，蒜头兄弟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那我们就去彩霞村招人，那个村子大，人口多。蒜头兄弟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？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太好了，那走，咱们说走就走。走，走，走。嘿。吴喜春，你个杀猪婆，今天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，老三一定要灭你全家。
姐，你看，钱一清他们。走。老大。哎，老大。真要杀他全家呀？这咱们都是中国人，又是乡里乡亲的，不太好吧？哎，你小子，发什么善心呢？他差点杀了老子，老子要报仇。哎，是，知道吗？是，老大。出发！啊，走，啊，走。果然是狗日的钱一清。他带了一波伪军上来干嘛？他是来灭老娘的。上次我饶了他一命，没想到他不知道感恩，还来报复。好啊，我今天让你有去无回。哎，他们这么多人，咱们只有三人，怎么能打得过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回村子里。你放屁！这样，咱们引开他们。注意隐蔽，隐蔽！放出人！奶奶，哪了？咱俩给我打！打！上！上！哎！快！上！上！上！老子就是来报仇的，本来真是瞎了眼了，上次饶了你一命，我告诉你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启春，找个大路赶紧跑。金猫，跟我一起，你跟黄旭军，再不走就被他们活捉了。志颖，你不能被他们抓到。你承认我是游击队长了，这个好，不过我不管，我们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你们俩留下，我把他们移走。不行，你不能走。赵根，带警人从那边包抄他们。是，走。走，快呀，快，跟我上。听我的。快把他们包围住，给我活捉了他们。是，走。就可以报仇了。吴喜川，老子要报仇，老子要割了你的耳朵，两只耳朵，还有鼻子。呸！你个狗日的！少废话，给我绑了，拿下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谁过来，我砍死谁！别过来！放手！放开我！你嘿，吴喜川，怎么这么快就让老子给抓住了？真没想到啊！老子恨不得一刀捅死你！
要是一刀一刀的割，老子才叫爽。哇！什么人？给老子打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哦！老大，老大，够了！老大，快！快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跑！多谢这位英雄帮忙，我吴喜春终身难忘。这是干什么？英雄们，回山上去了。走，把妞也带上。好嘞，走。把我放下来！走，你放下来！放开我！拿着，拿着，走，好，条不错啊！走，不好了，快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喜春，喜春被钱一星他们给围住了。什么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刚出村口，往彩霞村方向，钱一星带着黄建军和我们遭遇了。他们人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打不过。明知道打不过，你还跟他们打？那怎么办？难道往村子里引？得赶紧想办法救喜春。喜春让日本人给抓了。赶快想办法救他，不就完了吗？小林，你别着急，我们一定想办法。快！耕田，哎，王旭、阿飞，你们几个人跟我走，去县城救喜春。我也去。对，你们人手不够，我也去。你们俩就别去了，人太多容易暴露。王旭，带几个弟兄跟我走。好，嗯，走走。哎，我得去。我，你别添乱了。我走吧。我得去啊。啊，走，放我下来！走，哎，大当家回寨了，放我下来！大当家回来了，大当家，大当家，大哥，小子们，大当家，俺老大给你们抢什么回来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大哥，你是不是给咱们黑龙寨抢压寨夫人了？你说对了，就是压寨夫人。什么压寨夫人啊？老娘有丈夫有孩子，做不了压寨夫人，你赶紧放我回去！哎，漂亮，哎，反正比我好看，哎，能跟你一比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敢动老娘一根手指头，老娘跟你们没完。哎呦呦呦呦呦！我就喜欢这种带劲的。我也是。给我押进去，走。哎，走。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今天啊，真是痛快啊！大哥，你怎么随便抢一个女人要做压寨夫人？你随便抢一个女人，你了解她的底细吗？随便抢来的？嗯，二弟，没有吧？你想想，这么多皇协军追着她一个女人，她都不怕，可见这个女人不简单啊。是。可是越是这样的女人，越是不能随便娶啊！大哥，你要是想要压寨夫人，兄弟我现在下山就给你抢一个回来，怎么样？二弟，你的心意大哥领了，不过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这压寨夫人老子娶定了。大哥，哎，大牛，哎，大哥，晚上好酒好肉招待弟兄们，把婚事给我操办的热热闹闹的。放心吧，保证给你办一场漂漂亮亮的婚礼。好，嗯。走，我去看看压寨夫人去。走。